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渐近线中的水平渐近线 （Horizontal Epsilon）。水平渐近线的话呢，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图形可以看得出来。我们来看看，假设这两条线是函数 y 等于 f of x 的水平渐近线，那它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它的话呢是当 x 的话呢非常靠右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贴近这条线。 要不呢，就是当 x 靠近负无限大的时候，它也会靠近这条线，这条水平的线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就知道了。我们的话呢，要如何去找这个水平渐近线的一个要点，就是让 x 趋近于无限大或负无限大。那我来举一个例子，让各位同学看一看。如果说这个题目的话呢，要找它的水平渐近线。 非常的容易，我们的话呢做法就是让 x 趋近于无限大以及负无限大。来，我们的话呢做看。第一个部分，我们让它趋近于无限大，也就是让 x 趋近于无限大的话呢，来，我们把这个题目的话呢看一看，上面是3减掉 2x 的二次方，底下是。 x 的二次方减1，那各位同学来看一看，这个是多少？同学的话呢都很清楚的知道，这里是二次方，这里也是二次方，于是答案是多少呢？答案是上面是-2，下面是正1，所以是-2。所以这一条水平渐近线是 y 等于-2。 来，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别忘记了，水平渐近线有可能有两条，一个是往无限大的，一个是往负无限大的。我们继续做下去，负无限大，3减 2x 的二次方 ，x 平方减1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当 x 趋近负无限大的时候。 平方它还是正的，这也是正的。那各位同学知道，它答案是-2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知道了 y 等于-2，这是我们另外一条水平渐近线，但是它一样，所以的话呢，水平渐近线只有唯一的一条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图形 ，y 等于-2。 是它的水平的渐近线。当 x 往无限大走的时候，它会贴近它。 往负无限大走的地方也会贴近它，所以这是一条唯一的一条水平渐近线。